拍的时阵，以前我发官，即马我干尾啦。啊，这小英总统在执政一个执政内调呢。以前我发官，即马我干尾煞会使咧做事。可能我民进党拢不出来嘛，民进党就该转台话，为怎啊直下？我做提案人点解？即马我用临时。用一份的临时动议提出问题，你问何志伦政府讲，请问咱大家，即摆民进党是阿比总统全力叫阮倒来，甲表过半种的过半，全力过半的执政，结果一个咱的教育部的部长四月上任啦，甲咱国民党四月半区的亚杰牌啊，逐工啊就咧捂住口风啦，四月哦。四月上任哦，七月就甲送，刚才你甲谈起个啦。啊，选这国民党哩，这国民党哩位置哩，赢民进党赢几十个啦。有啥物有咧过半？有啥过半到内容？啊，民进党歹叫个歹，啊，到即马但是保我就伊，也是甲讲怕歹叫时代呢。即马楼卡背楼顶爱申请，即马要讲话爱申请，最厉害。我感觉非常的不公平，所以全国这些咱这些支持者，而且用过个民进党的执政政府讲，不要小看阿扁人啦，因为当时阿扁啊非常乖，我做一边一个，我的党选率还够八成，假使讲人家对着阿扁总统这么冷淡，连干部也在换。啊，无要出力，拢无咧开车，拢下狗的。啊，放我安尼，马英九四个啪啪走，啊，四个逐工咧必修民进党。我咧想，唯有今仔日来正式来甲教会认证，将阿弥陀佛当时迄个时阵所修的缘分，完全来做一番来摊开。